我是铁道旅行安排者 Rubber 代班，0805月17号，美术馆站，17:33。老白赛事3-2-1是金融频道线看好操作的圈段，准备驶进美术馆站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。谢谢各位观看3-2-1次金融频道线看好操作的圈段，准备驶进美术馆站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您俩拜拜。3-2-2-1次进入屏东线啊，潮州的圈段，准备驶进美术馆站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美术馆到潮州区间中途各站。谢谢各位观看3-2-1次进入屏东线看好潮州的区域监测，准备驶进美术馆站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您讲拜拜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美术馆到潮州区间路各中途各站。本车位于那个新左营到美术馆之间。来3-2-1次进入屏东线口，潮州的圈段准备驶进美术馆站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今天拜拜。今天是由为消耗区监测。驶进美术馆站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。就先这样，拜拜。85125为下圈，那驶进美术馆站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点赞，拜拜，要求贵哦。就先这样，拜拜。